这个真的太好笑了，让我们用回放再看一次。来，哎呦！不是，比右边浪精彩。这鱼不动的，还是回归大自然吧。让我们用回放再看一遍，来。首先，先用声音提醒对方浪头有人，如果回头看就在你后面，基本上就要浪开了。再用身体动作劝说。为了避免撞在一起发生危险，最后选择自己收板。要注意，做任何运动前，请先了解规则，才不会发生不必要的危险。